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玩我们这一款《流浪方舟》啊，《流浪方舟》测试时间6月9号到6月16号。好，那今天是6月11号，前几天下载好了啦，只是网络怪怪的，不太能玩。好，试试看吧，我来登录一下。好，登录了。网路就说我连到那个，这是路府版本嘛，所以连过去网路不太稳，这几天不太稳，所以有些游戏都不能玩。好，我想说不能玩就稍稍小声一点。天灾级魔物，这边是像素画风嘛，然后我看一下游戏介绍，说是弹射玩法啦，哦，弹射玩法。好，宙斯开场有一个技能，他们可以弹射吧？哦，弹珠游戏看起来是这样。弹射游戏大部分都是日服啊，就如果你玩过一些弹射游戏，应该都是在玩日服游戏吧？他们都那种弹珠游戏，日本人喜欢玩小钢珠嘛。我这辈子没玩过小钢珠，日本很多那种中年大叔啊，下班就是去玩小钢珠嘛。爬庆狗是不是叫爬庆狗？博青哥啊。那小时候台湾好像有流行过吧，就是有一些博青哥店，但是我从来没进去过。然后就是我以前住台中的时候吧，台中算不夜城嘛，有一些风化场所，风化的一些郊区都会有一些酒店啊。博青哥店啊，日本人可能就是把这个打钢珠这种游戏就很爱打吧，所以他们弹射游戏很多。至少我每次玩的一些弹射游戏都是日服游戏改版，然后在台湾上线上市这样，繁中化这样，或是有人代理这样。他的意思我们可以这样去阅读，我是天照大神哦，是阅读。点击，这样，就这样而已哦，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嘛。撞他一下，就目前还不知道那个其他的玩法是怎样。哪吒。击破！哇，他这个是贪食蛇哦。好，嫦娥，把一些中国的元素给放进来吧。但是刚刚一开始是宙斯嘛。各位坚持住，支援马上就到。好，嫦娥就月兔，玉兔。队长，还有云哦。应急特战七组，队长嫦娥，报告指挥部，嫦娥收到，请指示，完毕。收到。应急特战七组，队长嫦娥，请注意，最新情报，所有来支援指挥中心认为致谢的目标并非大荒，请你立即出发支援。报告指挥部，指示已收到，嫦娥这就出发，完毕。好，作战胜利，例会 OK， 然后这个整个界面的这些 UI 也 OK， 好，再次点击跳过，这边应该是我们首页吧，要抽角色了啦。刚刚 那些什么角色应该不会用吧？什么哪吒啊，什么宙斯啊，嫦娥，我不知道、啊。他开场的一些动画都做得不错哎、欸，他这个有用心哦，抽卡用心。海伦拿着一个很像木马的东西，然后手背怎么有点像机械手背？好，海伦，稀有。这边有挂机功能哦。现在都是推图嘛，然后加挂机这样。站位改一下，敌方队伍、我方队伍，舰长就我们啊，我们都通常都是当指挥官嘛，然后来到异世界，或是穿越，或是怎样的，或是失忆。他登场，但是他没有敌人在场上哎、欸，这样。
打到吗？一定要打他嘛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打他！哦呦呦呦！就是我现在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其他什么什么什么技巧，可以撞来撞去吗？欸，发生什么事？突然发射了什么东西？我们的海伦不知道刚做了什么事啊！汪卡一只零一只零三，不方便操作，点击屏幕中间操作。没有啊，点击不知道。他的意思我不是说很清楚。县长，您真的失忆了吗？刚刚指挥战斗的时候，明明很厉害嘛。他这种好像是手绘风啊，县长，有点绘本风吧。阿哈姆，这些天来，因为太过担心舰长。啊，老板娘、大姐姐、潘朵拉，有点小萝莉。有什么记忆这种东西，要对舰长有信心。啊，艾伦，一连击速战速决，全员出货，这个应该是三星程度是不是？三星的那个要求条件是不是？领取挂机奖励。不用萤幕去用手指去拖拉，可能比较方便吧。我现在是用滑鼠。英雄宿舍应该是养成吧，让他当队长。他说是说领袖嘛，他就队长了。通常弹珠游戏都有队长技能。虽然我玩的不多，但就有试玩过几款吧。我这游戏常常都不能连过去玩，因为我没有用什么 VPN 啊。觉得很多新友都在日本啊，或是在别的国家，你要玩一定要开 VPN， 因为他不让你玩，不让你跳 IP， 一定要用 VPN 这样。那 VPN 你要免费的话很难，一定要花钱，就是买那个每个月看要花一两百块买个 VPN 这样。我这个打完之后，没有释放技能，但是海伦好像会释放技能，是不是？我来看一看哦，有没有？他会再放一个小猫还是小狗冲过去？这可能是他的技能吧。哎呦，他的技能是一个 A O E 伤害，好像撞来撞去都会受伤哎、欸。你看我们两个一起撞、欸，为什么这样？有合集技是不是？这两个可能是合集技耶。那待会要去看一下那个角色设定啊，看他的技能是怎么样，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是怎么样。那语音的部分已经没有了，可想而知就是前面有而已啊，后面就没有了嘛。不然那个成本耗费太高了，每一句都要语音的话。配音员也是算一句一句收入吧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。好，这边进化，进化大概就是变加吧，是不是 ？LV 3进化，前往主线，领取奖励。这个主线通关，哦，这个应该是那种就是成就任务啊，主线任务、成就任务有没有？然后教学应该 OK 了，好，十分钟左右。第二天拿嫦娥，第七天拿这只龙，这只龙叫做尼德霍格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开始那一只哎、欸，什么灾厄的。好，嫦娥，然后其他是什么传说怪物弹礼盒，核心碎片800，英雄招募券10张，随机超稀有核心。反正就测试嘛，测试到什么时候？刚刚一开始有说嘛，测试到几号？是几号的样子？刚刚那个公告有讲嘛，
那我看了另外一个说明是说七月八号会有正式上线，还有一个月。七月八号，它这是陆服版本哦，台服是没有的，目前没有，我没玩过了。好，挂机奖励。好，这是我们首页哦，目前可能还有其他功能没开。我这个有点像霍尔的移动城堡哎、欸，对不对？霍尔的移动城堡就长这样，只是它这个是比较方方块块，霍尔移动城堡是比较偏圆形的，乱七八糟的呀。一个个来看吧。商会的话应该是商城吧？哦，商城。先不管，大师训按到账号，抱歉，按到这个账号，先去在旁边吧。大师特训，二至十一号解锁，七天登录，我们刚刚已经登录了。然后嫦娥之月，这个应该是七天那种嘉年华什么的，就是每天都要做这些任务，你才可以拿到大量的这个钻石啊。然后获得积分，可以获得一些时装啊，哦，时装、钻石啊什么的角色，这边也有嫦娥。它就一个例会，然后一个像素这样活动，排行榜亲自签到嫦娥之愿主线关卡，引进大赛，冲撞大师特训，手冲大礼，拿这一只魔物英雄梅杜莎，他的脸为什么那么平和啊？不太像怪、欸。好，商会合作。感觉像超值币嘛，是什么 VIP 啊，不知道哎、欸。画面很小，字也很小。社交、商店、仓库、任务、邮箱、招募、英雄宿舍、方舟改造。然后关卡在这。那我们再玩一下吧。一只五嘛，战斗。可玩性还可以吧，就一个弹珠游戏这样。只是直立式就弹珠游戏通常都做成直立式啊，那它的那个字体有点小，字很小，你们应该看不清楚，毕竟录下来然后再上传都会被压缩嘛。撞你哦，对啊，他要自己去打另外一个追踪一下。哇，我们这个快受伤了。哇！完蛋！打不过！哇，没打到！可恶，我死掉一只！他们好强啊！这我不好瞄准。还！它有一个撞上去，然后看你要往哪个方向。但是我觉得电脑应该不会失误吧，反而是我们人会失误。好，我打不过怎么办？养成英雄宿舍。这个是宿舍是不是？我的角色在哪嘞？我要怎么去养成？舰长笔记。哦，四个任务就对了，好吧。这是有一些讯息就对了。这是我的状况，总战力。我的角色要怎么养成啊？这样点哦。就是哦，我不能上来吗？他是追随者哎、欸、，LV one， 我这个可以升级啊。那他的话，设定为领袖，哦，
设定为领袖是不是？反正就先放上来吧，放上来才可以升级耶。我材料不足，有没有什么装备啊？我没装备，时装而已哦。这边还有东西没开，这边是技能嘛？有没有？他是放木马，我以为是放狗狗哎，就这个木马，手上这个木马，对所有敌方伤害造成伤害。那我们这一只长翼，主动圣盾哦，会有一个护盾就对了，为自身首次撞我方英雄生成一个圣盾。好，理论上我应该可以打过了吧，我都练功了，对不对？打不过就糟了，就只能发呆嘛，还是练习这个弹射了。撞你，撞不动哎、欸，打一点点血，他五级。OK OK， 我变强了，变强了，十级关比较强，现在是二打二。是有连撞的感觉啊，连击的感觉。OK OK， 哎、欸，这个战斗没有 BGM， 比较安静一点，我觉得啦，突然间没有 BGM。好，目前为止是这样哎、欸，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比较新鲜的玩法、啊。好，这边是信箱，没有公告，怎么是公告啊？不是信箱吗？就是邮箱点进来变公告，为什么？哦，在这里啊。好，这边有一个那个实验召唤券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吧。那我们来抽角色，来抽一下，招募一下，在这个酒吧招募一下，实验招募一下，不管就抽吧。他开枪了，他开枪了，开到那个地球宇宙去。这次我们有啦，长翼。好 ，A 级是不是？长耳也有啦、啊、长耳没有，我现在是那个海伦。等不及要出动了。普通的海湾辅助，翼核，大荒战士。大荒战士，长翼，感觉角色不多哎、欸，重复性很高，而且都是杂鱼。好，就有一个超稀有长耳，然后这是英雄招募嘛，还有限定的，限定需要这个限定的卷轴吧，我没有。然后十连抽的话五千转，限定英雄招募。有限定两个卡池哎、欸，这好像比较便宜哦。这种英雄是300啊。OK 啊，英雄宿舍应该就多了很多角色了吧？果然就可以派上来了吧？成为领袖是怎样？是他成为领袖是不是啊？哇，不能！他说他一定要成为领袖啊！我不是很懂啊，因为这样算吗？这样就编队好了、喔。等级最低领袖进行共享，不是很懂。好，图鉴花园。花园是什么啊？是不是我们的家园系统？角色在这边，就是有点中国的那个神话人物吧，皇帝啊、盘古啊、蚩尤啊、女娲、啊、炎帝啊这些有的没的。他把中国的元素给丢进来，然后还有一些西方的吧，这些角色应该是西方的。好，角色没有很多齁，
我看看可不可以再玩一场。哦，队长是队长啦，我们这边上阵是上阵啦。哎呀，我想说奇怪，设定为领袖，这样我们就有五个角色了吧？然后这边有一只酒会加速，自动的话22，我还不能。这是我方的英雄讯息是不是？然后这个是伤害表吧，果然。然后这是退出吧，这撞你啊！敌人不知道几只欸，两只吧。反正我们这么多只无影的，对不对？他打我欸，嫦娥出来，哇！嫦娥开场就直接射下去了，这么凶。有稍微好玩一点的，就是你跟你的队友是会有碰撞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不会穿透你的队友。很像弹珠一样，你也会撞到自己队友，你先去撞队友，队友再去撞敌人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吧，有点像那个撞球的概念。好，那不小心玩了22分钟，可是这个游戏还可以玩。我如果只玩15分钟以内，我就觉得游戏没什么好介绍的啊。如果玩到20几分钟，通常游戏就是还可以，还可以。OK，那就先这样喽，还可以啊，这游戏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